看 PTV 频道，我是你的特派记者拉拉。这次来到越南展，很高兴的访问到代表的 Manager Eric。Eric 你好，你好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贵公司吗？我们公司是专业从事这个塑胶袋封口机机械厂。我们的公司到至今已经30多年的经验，专业的设计各种的塑胶袋机械。目前的产品已经有大概2000多种的机型。好，那可以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带来的机台吗？我们这次带来的机台是为了这边的市场而做的。我们最新研发的这个高速那个 teacher bay 的封口机啊，我们每分钟可以达到300个 piece。然后在这个垃圾袋这个 garbage bag 这个机器的部分呢、是。我们是全自动的生产线，因为越南这边目前还没有很大的这个市场，他们都还是本地机器啊，然后再用这个手动的方式下去生产。这次这个客人啊，我们都已经把机器卖出去了，就是专门为他们越南这个市场啊要升级啊而所带来的机器。那想知道一下，您对于这次今年度对于越南展的看法怎么样？这越南展，我们感觉这个环境啊，还有所有的这个来宾的他们的这个当地这个宣传啊，办得还不错。哎呀，所来的客人呢、也蛮多样化的，整场的环境啊，都比之前好很多。对。那我想知道您对于今年度越南市场的看法为何？这去年跟今年呢、这个越南的市场就是因为这个汇差的问题啊，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机器啊要销售来这个本地有很大的问题。可是对我们来讲，其实我们认为越南它所有的产业还有人的这个水准都在往上提升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。我们相对的是用这个优势，然后让本地的这个厂商想要提升的，那我们来进行它，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往上爬，也对我们的产业来讲，我们很看好。那我们也预计在今年跟明年把越南的90%的市场都拿下来。最后，我想问您对于我们普拉瑞斯的看法如何？对于普拉瑞斯，在我们的看法里面，你们是最棒的，也比我们还专业。在你们的这个产业里面啊，没有人像你们做到比我们还认真还专业。这个是我们很肯定你们的。对啊，请大家也要多支持普拉瑞斯，谢谢。好，非常谢谢您的访问啊，谢谢你哦。谢谢。